回来了。啊。哎，等会你先别坐。干啥呀？我带你出去一趟。出去干什么？哎呀，走，有事儿，走吧。什么事儿？哎呀，走了你就知道，去了就知道了。不是，我吃口饭呗先。哎呀，下去再我请你吃饭去，下去带你吃饭去。这不整饭呢吗？还下去？没整，刷锅呢，没整饭。那刷锅开什么牌油烟机？你干啥？到底啥事儿？哎呀，秘密。走。是。走，跟我走。给我拉地库里干啥呀？哎呀，到了你就知道了。啥呀？看，走啊。上车看看去，不是钱啥呀？钱哪来的？哎呀，走吧，上车看看呢。是买的二手的。那二手的他也得花钱吧？没多少钱。没多。你手机咋换的呢？不喜欢那个呗，用的不习惯呢。iPhone 15换安卓。我就不想用苹果的了呗。你是不是把自己手机卖了换这车？哎，上车看看吧。不是。嗯。没必要，媳妇儿真没必要。那、哎、冬天到了吗？你冬天咋还骑电动车上班啊？天天，快进去看看喜不喜欢。哎，进去看一眼，看得不得劲坐着。这车咋的呀？咋都得3-4万吧？那你一个手机钱也不够啊。看看吧，行吗？不是看不看的事，是这个钱，它到底是不是？它肯定是正规渠道来的呀。那咋来？能告诉我不？告诉你能咋的呀？至少让我心里有个底儿啊。那老丈人给的。你管你爸要的钱啊？给我买车。我没说给你买。啊，给我开。啊。哎呀，你看一眼吧。你过年你买点好的，到时候还他不得了，年底再挣回来呗。你没跟他说这钱干啥呀？我没说呀，我说有事用，我说借给我点儿。阿姨，没事，看看吧。你到时候不行，你开滴滴给我挣回来，我还我爸。你不开滴滴？不开滴滴，我自己好道挣行吗？上班挣。行，哎呀，行，你看坐舒不舒服，行不行？我上去了。嗯，上去看一眼吧。那你也上来。你先上啊！看上，我走不了，你上。来吧，请问你打火了，快吧，起航了。哎，一把着呗，看看怎么样，手感摸一摸，挺好，媳妇买的那么好。哎呦，我正好能接我下班了。肯定接你啊。啊，这不正好，咱俩就风吹不了雨淋不着了。完了，逢年过节你给开车去我妈那，省得骑电动车天天推我过去，完整的造型都没了，走吧。行，就当是为你的美丽护航了呗，到时候挣钱给你放好。